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跳马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本场麻将又回到了全飞的规则，先看一下第一副牌，起手花吉格，先打一张90000，看看手里的牌型。来六筒就把西风打掉，这个牌缺个搭子。哇，对家这个牌都飞到我这里来了，看得出来他这张牌很暴躁。抓50000，打70000。用8条和五筒来靠张，这个牌基本上就是五筒来靠张。对家门清听牌了，来四筒听牌。打一张8条，对家应该不要，因为他很早之前打过6条。下家吃敲，三家庭。抓花。杠的是6万，数字对了，型号不对。上家也听牌了，以为上家混一色了，没想到上家是个垃圾胡。听的牌倒是和我一样，也是三六筒。抓花，三筒杠开，开心快乐。5个花24分，加个苍蝇29分。看一下第二副，第二副牌起手无花啊，外面的花出来的不多呀。来5条，我的牌是一上张，抓7筒听牌，没想到大无花竟然还真的听起来了。听起来这是第一步啊，就看这个牌守不守得住大五花。花来了，一下子就把我的梦干碎了。上家也来竞争了。8条子摸还不错，1个花4分，加个苍蝇11分。看一下最后一副，这个起手牌相当不错，一上张，来50000，这个牌多搭子，那总归是开掉边7条了。上家的牌更好啊，听牌了，来10000，先打9条。来二筒，跟着上家打5筒。我一筒听牌了，打掉10000。
上家听五八万，倒是和我的牌差不多。对家听牌打6万点炮，四个花10分，加苍蝇15分。